钱好少哦。Baby， 你是想钱想疯了？我们都已经一起兼了三份差，天天吃泡面，省吃俭用的，你还想怎样？不够，我要想要赚更多嘛。Baby，我们来投资权证好不好？杠杆大，下方风险又有限。可是这样真的好吗？没家了 ，just 对。姑姑，我们都快30岁了，是不是要想个狂一点的办法来赚钱呢？过儿，让我想想。有了，我朋友最近在投资权证，你觉得如何？权证啊，姑姑，你这话问过儿就对了。权证要注意投入金额不要太大。权证比较适合短线进出，有时间价值递减特性，不要放太久。还有，权证要注意价内外程度，不要挑太价外的。还有，权证要慎选天期，不要买到快到期的。还有，权证。基金、股票、买房、权证，你觉得要买哪一个？权证。要买哪一档？这档。哇。直觉。Baby， 你昨天叫我买那只权证，卖了2倍，啊，你好棒哦！Baby，你干嘛对着电脑傻笑啊？我在看我们美好的未来啊！美好的未来，你不是在看权证吗？你看，这是我们未来的房子，有3层楼那种，还有漂亮的花园。那有我陪伴名牌包的房间吗？当然有啊！这院子啊，可以停2台车，一台放你的，一台放我的，还有 Puppy 的窝。对了，别担心，还有你父母的房间哦，他们随时都可以过来住。